我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用这个语法的原则。好的，这个包括又么么么又。好吧，你们说。又什么什么又。好吧，第二个是除了么么么以外。除了么么以外。好吧，第三是恐怕。恐怕。好的。不要做完这个建议，星期三就交给我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分开啊，每一个组有两个人。我们。对吧？好啊。你们现在可以交换电话好吗？我会听你有没有我的电话号码。是这个电话。还没有。所以你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。可以。谢谢。All right. 谢谢。那么我们需要做我们的功课。我看看。今晚吗？到一个钟头，我。你在 Swigan 可以吗？任务不可以，我有其他的东西，星期二，啊？当然可以，然后呢？你要不要吃饭吗？我蒸着最好的雪条，又香又好吃。好吧，谢谢。什么？再见。我想，他感兴趣接回我。一会儿，他给我他的电话。一会儿。他玩做了功课一起。喂，晚安，你好。哦，好啊，你呢？我也好，谢谢。你的雪茄在哪儿？哦，其实我没有雪茄，但是我有，蛋糕给你。好，蛋糕，好啊。谢谢。没关系。我们第一个约会真的不错，想来想去，我决定了跟他结婚。性格十分开朗，而且他很真心。但是最重要，它很好看。
是老师，晚安，谢谢跟我见面。啊，没问题，学生，我怎么可以帮助你？谢谢，我需要你的忠告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电影好不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其实我觉得不错，比较好，可是我很喜欢，可是，恐怕吴美婷，她自己应该觉得你们的关系是真的。真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哇，你要看了你的电影，难道你不知道她很喜欢你吗？我不知道。中文课好啊